那么呢，这个它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啊？就是说，想着长功夫的，你就去长功夫；如果你身体有病，它会治病。哎，这是我是深有感触啊，因为我总好抽烟呐，有的时候肺着也是很，有的时候很难受。哎，一练这个就好了，然后那个冬天也不怕冷啊。我们这东北冬天特别冷啊，你看我冬天出去就这么一个单裤子，哎，就这么穿着，哎，也不怕冷。所以说呢，它真是个好东西啊。但是有一点，我练这个的时候，我师傅怎么教我怎么练的，是有传承的，所以说我抓住了核心了。其实你要是问我那些易筋经，关于易筋经那些理论，我首先声明我可不懂啊。